来测试一下，现在空气品质在抽烟的环境下是呈现紫色的，那就按开始。旁边有码表。看不太到，哎，测试一下。它现在是在智能模式下。然后风量是到第三个，好，一分钟了。一分钟还是紫色的，紫色表示那个空气品质中等。可是它的那个风量已经降下来，好到一格了，恢复成蓝色，表示现在空气品质已经恢复到良好。所以在抽烟的环境底下，我们只花了两分钟，就可以把抽烟的环境的空气恢复到正常状态。